大家晚安，让我来试一下声音。Hello， 声音有听得到吗？三宝饭现在正在觉得非常的撑，一直打嗝喝。好，我不好意思啊，我倒个水，马上来。今天呢，就是要来想办法解决卡等的问题啊，就是预计先过那个一般的任务，然后狼岭有个奇怪的家伙在游荡。假设图图真的要打，可以找我一起刷。假设了，假设。这我们等一下来讲，我先来过那个每日的任务吧。哎，昨天也是在这里啊，收个信啊。哎，结束前几天的大方点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哦，我没有一个角色可以拿这个。抽一下，抽一下。抱任何的期待，依然受到伤害，单压成一。好，我凑看明天能不能凑到十抽啊，再来抽武器好了。OK。真废，抽了真废，可恶，好烦哦。好。过任务去喽！来看看吧，绝对有你没见过的东西。哦，还是好撑哦，一个
三宝饭居然可以这么撑。我记得我以前还蛮会吃东西的，怎么现在越吃越少？点些最便宜的好了。再休息一会儿。哎呦呦，东西掉了。哎，我会保护大家。好的，都给你保护保护。哎，我聊天室，昨天是没打开，有一种记得好像没有开那个画面上是不是看不到？哦，我都是看我自己监播人的画面，我把它开一下。Hello， 啊，好的。大家应该都在努力着，那我们也不能偷懒，欢迎来拉塞。来飞一下，飞一下。嗯？哇，哦，我要移动过去了。话说，大家今天愚人节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吗？我刚刚看了一个影片，还蛮好笑的，但是。介绍平常都是介绍那个大联盟球员的那个频道叫做一瓶伏特加，然后他今天就恶搞，就是讲了一个角色，然后就开始介绍一个摔跤选手，我觉得很不错。本来想说大家会不会期待我今天恶搞一下，本来想说开游戏，然后就开始打斗阵。我觉得算了，我还是乖乖的充等，今天不充明天还是要充。搞定这个问题比较重要，这卡等真的是很烦的。哎，哈丘人，哈丘哦。伯爵，吃鸡！不要那么粗暴！酥酥麻麻的哟！哎，我还有发现一件事情，那个这个崩坏好像这次介绍影片好像也有用“酥酥麻麻的哟”这几个字。这个如何？讨厌哎！哎，一剑死 ，nice 哦！是来踩点的，先踩点啊！这个如何？嗯？哎，这个是原石的，哎。非常期待最后到底换角色的界面会变成什么样。
靠，这样又动得到。老实点。失态了，一定要干净利落。换了，好弱啊！这个如何？默默的就是完成了这个，我还没踩到点呢。哎，我刚好是踩点吗？我刚没踩点啊。啊，哦哦哦，那个，哎，没事啊。好好的用走的一下。换人进麻烦呢，这样子进麻烦。我会保护大家。哦，有坏人！来啊！靠你了！快出来嘛，多台前走不了。很拖台前呢。最讨厌打这种想逃吗？靠你了！想逃的是你 ，My God 哦！好的，麻烦芭芭拉保护大家了。帮凯亚回去血喽。所以起来干。你起来又有怪，好好好，都有怪，就给你怪怪。靠你了，箭如雨下，这个如何？酥酥麻麻的哟，麻麻的呀。我今天真的很乖哎，好好这个如何？过日常，真的还可以乖乖的去打秘境呢，真
是个好孩子。冻结吧！嘿，冷静！呀，这是惩罚。哥，这样。下来，大英雄的经验啊！这里有什么？天神童。我想看银河啊，不要下雨天啊。看一下环境。啊，好。哦，我这个还没开。有点漂亮。尽管交给我吧。长久爷。吃太饱了，糟糕！稍微多多的用一下诺艾尔，诺艾尔还是非常可爱的呢。加我踩个点啊！清澈妆，还差一半呢。还差一半，好久的感觉呀。那是什么？嗯？Power Ranger， 走，我去过任务。好难爬哦，这里。啊？好啦，知道这边很多个啦，到时候再来呗。那个游戏的音效也会提醒你。大家连假是不是都要出去玩了？是不是终于憋不住了？我连假就是要准备搬家，你看我多惨！而且礼拜一应该也要搬家。
结果我刚刚爬下来，居然又要爬上去，不敢。人生好累。有地方站是不是？注意啦，因为我其实一直真的不记得之前有那个衣服会湿掉的效果，好像是后来才加的。对啊，我记得在爬的时候一开始衣服是没有湿的那个特效，这样现在有一点。很可爱吧？再来弄、哦。好吧，来去飞云商会。我刚才用飞的，我疯了我。好，我今天感觉会是有一趟有趣的旅程。这边是一个副本，秘境。走这里好了。不对，方位完全错了，我都搞什么鬼？在家，所以我来家，从这边，然后到时候要游过去吗？妈妈，好像有东西可以捐给神像吧？好像。耶、yeah, ，棒棒！全部供奉，供奉一个，两个，再供奉一个。哦、oh, ，nice！ 所以它是靠这个神像来提升你的体力值哦。欸，我怎么今时今日才发现这件事情？可是这件事情很不科学啊。本来这个游戏不科学是不是？对。但是就是，我总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吧？基础还是应该要高一点的。这边应该有精灵，对不对？有看到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哎、欸，桥下吗？萤火虫没抓到。可是怎么？怎么都没有精灵？是我？哦，可能我冒险等级还没到吧。好，无所谓，继续前往目的地喽。这边的中间基本上没有什么点要开了。小怪清一下，咖喱鸡。这样就死了、哦。我看到精灵了。
我看到精灵啊啦！对对对对对。Hello， 你会带我去？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好哎、欸。摘一摘，Thank you， 好东西。嗯，这边有一个任务，这是什么任务？顺到现在都还顺不过来，按到十号的，老实点。啊，对了，因为我就算只打 Overwatch 也没有按到四这么远，难怪这么不习惯。只有以前打暗黑的时候会，嘿嘿嘿，老实点，还要有的时候哦。这个如何？杀你！老实点！谁射我这么痛啊？每一个射我都这么痛吗？哎，酋长好！雷吼雷吼雷吼！酋长有没有连假要出去玩啊？今天的你不喜欢芭芭拉，你居然换菜了，是不是？今天的你喜欢什么？我让你挑，我让你挑，我是怕我没有。喜欢点安博什么的比较容易啊。老实点。还是要来听大剑。他的 Q 是什么？没有。我不介意，我的礼仪。大砍，大砍一下。结果盾还是要用烧的，真烦。我以为大剑打这个会快很多。哦，愚人节快乐啊！我等一下来播 Overwatch 给大家看好了。直接被讨厌一波这样。冻结吧！我记得那个不是政府有规定嘛，不能愚人节不能讲病毒有关的事。然后最近好像 YouTube 其实。也不太能讲跟病毒相关的东西。愚人节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吗？好像我公司很无聊，都没有什么事。好期待大家做点什么。冻结吧！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就会有那种，就愚人节不是都会。很接近那个中元节嘛，然后就会有一些连假这样子，然后就有朋友出去，然后回来就是整个座位就是被贴满，就整个用保鲜膜包起来，整个包起来这样。
咻咻咻！来哦，来哦！哎，这边看起来应该有一个那个啊，人神童或是风神童啊，嗯，都没有，不就在我这位置吗？上面，哦，真高，哎，这么高的时候，是应该要换那个在垫上去跳，应该也跳不到啦，不管它了，我可是蒙德城的飞行冠军，不用走路的过去，或是游泳的过去，希望不要淹死。我觉得今天的任务很辛苦，我跑好远。这个如何？鱼耶，有鱼有鱼，每次为了要捡鱼都会死掉。哦，好多朋友都要出去玩，大家也要注意安全。要小心宅，就在家里打电动，下来半夜打电动，假日也在打电动。挺远的，我怎么这么想不开啊？哎呀，哎呦，麦克风差点被我弄掉。哦，在里面呢、啊。本来想说探险一下，有没有那边有个电梯啊？那个好地方。啊，我要死掉了耶！ Yeah 努力的游泳的后果就是会死掉啊那边哎、欸、那边会不会没看过，他那边有个电梯，我还蛮喜欢那里的。是个有趣的地方。我换一下哦，我换芭芭拉上来。过些，嗯，不管你，哎，我记得这个我拿过了，其实靠腰。不是拿过了吗？好啦，捡到多捡到一个的感觉。对啊，它其实应该要跟你平常的体力要分开才对，或者是就是要再多啦，不然真的太少了。爬真的不一定死，然后游泳真的超容易死。我啦，可能是我个人行为。啊、这栋这个我蛮这个地方我很喜欢。长正面，对啊，然后旁边有个电梯，有没有在那边上下？我蛮喜欢这个地方。
知道中秋节那边是不是个赏月的好地方。反正几乎每年中秋好像都要下雨嘛。好，好吧，这边没有什么点要踩，我飞。贝芭芭拉什么都没。原神最美丽的风景是芭芭拉。陈秋实践路，哎呦，有给奖，有给奖励，大家看哦，过了两个。又是要挑战的，是上次那个地方吗？不会吧！呵，看，不要，我要放弃这个任务，我宁愿有奖励不拿，我也不要，麻烦死了。想起来就麻烦。谁姐？图，你说谁？芭芭拉有姐姐吗？啊，就是还是有一些小的 NPC 没有语音的，不知道，因为声优配钱，配还是要钱的。大家应该都在努力着，那我们也不能偷懒，对吧？没有啊，大家都这样，我想偷懒。哎、欸，也是在这里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刚不是换一个追踪了吗？哦，也是那俩，哼，那个任务我才不过呢。啊，芭芭拉有姐姐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是里面哪一个僧侣吗？尊贵不凡五星。这边没有啊，走哟，这么有趣。尊贵不凡五星是谁啊？我想想啊，我偷看一下我的。你这样讲真是太勾起我的好奇心了，我整个超级好奇。我看看，是没精神了吗？看看啊，尝一尝我做的辣味饮料吧，很提神的哟。嗯，我猜不出来是谁，是琴吗？不会吧？
不会是琴吧？没关系啦，反正我都抽不到啦。嗯，抽不到就是抽不到。我今天要去没去过的地方踩点探探险。我们来这个明运镇这边好了。哎，还是要来这边石门，这里可以也有三个点。好啊，那来这里好了。那就是是吗？有这个设定？嗯，真香啊，真香。姐姐太凶悍了一点，我还是妹妹就好了。这不就是我飞不到的那个吗？干嘛都飞不到啊，烦耶。菜还掉下来，要爬很高来飞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可恶，想拿。真的香，内行人，内行，内行，内行。不得不说，子竹挺内行的啊。我妹在旁边用奇怪的眼神看我。那有个挑战不过，好啦，我要去踩点了。嗯，讨厌，我讨厌今天的每日。认真讨厌。嗨。啊，有箱子哎、欸。好吧。出手，打不到，烦。好，我下去，我下去，我下去。烦呢。这个如何？靠捡宝箱来升级，这才是我的 style。暗元学家哦，哎呦，有推的是，然后倒也来看一看。我也是蛮喜欢窝在。检测开始。我在 YouTube 看影片。还是是 B 站那边的、啊，打不掉、哦、这个，好久哦，我累了，我要换身。这换队伍真的很烦，真的很烦，真的很烦，真的很烦。我只是想要踩个矿啊，快快的踩矿，结果了。而且居然我刚刚都没挥到这个半下，不合理。我就要换回来爸爸啦。对啊，这很不科学啊，这个鬼东西。哎，换错人了，那你不过这剧情我本来就都还蛮期待的啦，就是我会保护大家。我有人伤害，嘿哈，呼这，老实点，真凶，居然敢打我的宝宝！哎，我刚哦，那宝箱没捡，不行哦，宝箱一定要捡。我要靠捡宝箱来升冒险等级。
解吧。啊，好多好多。哎，你被冰了一下，雷门雷门，哎，我印象中我好像有来过这边啊，为何不给我这个宝箱？我要去拿延伸筒了。赞啊！拿延伸筒一定会遇到这只巨大的考验吗？还是我可以拿完就走？让我拿完就走好吗？今天没有太多打怪的心情。好，送啦。踩点踩点，嗯，哎，这不是一个点吗？那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没开？被欺骗感情了，我。好，我再往前面走。我可是蒙德城的飞行冠军。真是自豪啊！好像等级太高了，还没开。刚看那个要50多级。啦啦啦啦！哎，走错方向了。啦啦啦啦啦！上面有精灵，哇，好吧，算了，居然不能爬，小失望。箱子欸，没打到，这个如何？啊，这么小，哦，反光而已，我以为刚刚那边有东西呢。我没有要前往那边，然后我把那个追踪的拿掉，停止，不需要，我要去探险，我今天是探险家，要去开地图的探险家。被吸引了，真想爬到那个屋顶上面。好啦，不行，算了，先踩点。
东西。哒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哒。对不起，有人东西掉了，我需要帮他捡起来。真烂！桥下也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晃晃。连锁。嗯。都是小动物啊！哇塞。这里面有什么？感觉这里面应该有什么啊？哎，居然没有！真是有点小失望哎。瀑布里面不就应该要有点什么吗？哎，没飞到。哎，这边怎么不行？刚刚那个下是硬直状态，是什么？又好了，耶、yeah, ，happy 啦！这个如何？真少，上面有一个封神，那个岩神童，看麦一下，来行。哦，还有鸟蛋，还有宝箱，很丰富哎，怎么这么丰富？哦，瑟瑟发抖了，刚刚。好呀好呀，今天完全是一种。我会保护大家。今天完全是一个很过瘾的。过瘾的探险，要是换人可以再方便一点的话就好了。这样我采矿就会采得非常开心。哎 ，Tom 你好，他有手游，然后我的用的是 PC 的版本，就是桌上型电脑的，我没有测的，一定要干净利落。然后后面会有 PS4 的版本，也会有 Switch 的版本。对，手游只是其中之一。我会保护大家。好的，当姐姐不会写吧？丽莎大姐姐。丽莎要是有一个妹妹的话，应该也很可爱。哎、欸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欢迎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，可以欢迎拉塞。
实点。这，哎呦！抓抓抓抓抓！我今天也有稍微看一下一测的影片，好像有一测的时候捡东西也是用滑鼠的左键，不是像现在一样就是按 F。然后那个人的解说是说，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让那个手机游戏的比较好操作。我现在在想，有可能，我觉得有可能使用的操作的方法应该全部都要拆开了。不然这到底要怎么做？你说 PS4 跟 Switch 或 PC 都好讲，可是你手机游戏你到底要省多少按钮？要怎么省？请你教教我。从面板上要有多少东西？除非就是。也是一样啊，鼓励大家，就是说再做一个那种模拟器系列的，可是这个就，那不就玩 PC 版就好了吗？起风了。哇，这里有点漂亮哎、欸，哇，哎、欸，坐错方向了，等一下。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坐下才对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只能坐这个方位哦、喔。为什么？正常应该是看这个方向吧。不错哦，那个梯田。对啊。汤，你说的没错啊，当然就是啊，剧情绝对有差异啦。这个我本来想就是，反正想说最后一天再来聊。我觉得就是，嗯，有妹子。骑士团的战友们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吧？然后很多东西很像，没错，这件事情是肯定的。没有什么好辩解，然后但是就是看后面有些东西怎么样。像我这我没有太特别去说一些什么特别的感想啦。那个就是我觉得吧，全部体验完，然后就整个剧情或是玩法上还有没有多的差异这件事情，可能最后我才会做评断。因为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啊，看得很像，然后啊，好不好玩，其实还不错玩，就是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用什么心态来看这款游戏。但是就是那个嘛，我之前看那个，我玩之前的时候，我有看那个，其实我有看瑞斯提亚的影片，他之前在封测一的时候就有讲，有机会可以看一下，他那时候讲一些游戏抄袭的东西。对，没错。就是好不好玩，香不香？目前玩起来是还不错，香味也蛮不错。就是用妹子绑架我们这些边缘人，逼迫我们买单。哎、欸，没有啦，因为它还有一个好处啊。它在封山的下载数量嘛，我记得全球已经有5000万人下载了，所以无论如何，米哈游现在已经有他自己的铁粉。然后这件事情我没有到铁粉这么严重，但是就是。我是倾向是比较客观来看的话，绝对有你说的成分。然后
把崩山那时候也被泡嘛，他很多的动作就是抄那个恶魔猎人的，其实就是都有，那但是都在一起，好不好玩也还不错，但是就是我只能说这个东西就见仁见智，因为毕竟它里面的世界观有绑一些东西，没有，并没有像萨尔达那么剧情是有差啦。对啊，然后有没有抄袭？有，有抄，肯定有抄。然后好不好玩？还不错玩，但是不要太认真玩，你太认真玩，你一下就腻了。这游戏，挺麻烦的。要是我没有像其中一天，对啊，图图说的是对的啦。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自己去感受，不要大家说哦，抄，然后你就连试都不去试，对啊，就会觉得丧失一些自己体验的机会。所以我不太讲这个。像我昨天的那个啊，昨天海灯节那个动画哦，我超喜欢的。然后前面的那个第一个主线讲风神跟那个龙那边的啊，那我也很喜欢。然后对，我也是觉得米哈游不需要做这样的事，可是他还是做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这样。哦，又是现实抵达任务，不想要过这个啊。我要去哪里？我要飞了是吗？我在天上飞。然后到底是要我到哪里？知道哎，干这还有一个风场哦，然后游戏还蛮多这种挑战的任务，完嘞，干我要狙狙了啦。没有，他那个风圈真的是，他要真的要标明显一点啊，就是，哦，我真的觉得这个风圈真的是会让人家有时候真的挺北宋。来捡东西啊！哎，没错，我现在是半放弃状态，就是很任性的玩游戏，飞不到啦。按了又没用，奇怪，烦了。然后嘞，下一个风场在哪里？我讲。讨厌。这个，哦，图图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，一定是没用飞行冠军。来我把飞行冠军补满血，这下总没有怨言了吧？你先归位，帮我开个宝箱，谢谢。一定是没有拿宝箱的关系，这么重要。来啊，跑啊！要不要跟我讲一下终点在哪？对 ，no。尽管交给我吧。好，我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，飞行冠军。然后这边我居然是上不去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fuck。然后刚刚这边有一个风圈，现在这个风圈又没了，这不是在整我吗？
哦，是这一个是不是？哦。哎。我可是蒙德城的飞行冠军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快飞，你快飞。哦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。差点多按了一个。然后我要吃哪一个？我要吃这个。哦，这边这个是不是？干完蛋了啊！先吃这个上升器。虚爆了我。靠！没有啊，那个下面到底后来要去哪啦？烦呢。好，不管。今天的愚人节就是。大家看着我一直过这一关，就这样了。干，我怕我整个播完都没办法，没办法过。哦，这边啊，哈哈。我可是蒙德城的飞行冠军。哦，你是蒙德城的飞行冠军，我是蒙德城的飞行小渣渣。然后嘞，然后嘞，这里啊，刚刚下面那边有一环，要骗我。哇，又没吃到那环。吃到，拜托！啊，你没事，不要灰心，我们还有机会。他是蒙德城的飞行冠军安博，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。我可是蒙德城的飞行冠军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刚刚那边怎么会这样？不合理啊！然后上来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嘞，然后嘞，回去吗？对啊，就是又是这个，看着我就不知道要飞去哪啊，是不是整我啊？啊，好了，应该要再飞一次，再飞一次。来哦。我觉得这游戏就是有一些这种挑战的，还蛮好玩的。只是大家，可是图图看了可能就很想说，我来帮你飞好了，你这个嫩逼，你看你多嫩。尽管交给我吧。啊，没吃到。哎呦，飞太低了啊！我来捡这个衍生虫好了。阿佑，哎，你好，阿佑，我是来捡衍生虫，等一下要再第二次挑战的人。哎，结果衍生虫我也捡不到。那我拿这个来捡衍生虫。我可是蒙德城的飞行冠军。哎，这样你知道吗？尽管交给我吧。为什么？哼，这么直哦。啊，我多了解一下地形。对啊，这个到底怎么去飞到那个上面去？到底怎么那么帅？我怎么没有？
我可是蒙德城的飞行冠军。那我来吃这个。啊！完了，这个也没吃到。Oh no! Oh no! 不行，我要挑战到过为止。刚直线就到最后就到了哦。哎呦，那你到，谢谢图图给我了一丝信心。好，稳稳的飞，稳稳的飞，别输给过去的自己。好。尽管交给我吧，交给你了，孩子。他都把我拉很高。然后这边这样一点，再降一点点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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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 no！ 哎，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啊，上面那个踩不到啊！为什么？哎呦，干！不要放弃。这里吗？哎，刚刚，嗯？哎呀，我觉得应该可能还是用芭芭拉飞才会到。哼，来吧，芭芭拉。为什么芭芭拉会飞得到呢？因为我有哎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掉下来？好，等一下，冷静。哎，为什么第二下跳不起来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那呢？边，我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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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！我被那水挡住了，为什么？这是 bug 吗？妈的嘞！干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刚刚用那个风墙过来，这个。为什么挡住我？这不合理啊。没关系，芭芭拉让我看到了一丝的曙光。吼！果然我应该用，还是应该要用我新的键盘吧？我的空白键好像已经快按不太到了。
等等，飞回来一下。然后我要往哪边飞啊？上面啊？哦，我就是每次都，我靠腰啊！干，我就每次都死在这种地方啊！就是我就不知道到底要再往哪飞，然后你旁边走过的圈圈也不会消失这样。你说手把比较好用是不是？那个用摇杆。好，换一下人，我去打一下下面拿个宝箱。Let go。哦。我刚刚真的是一度担心，我再飞就要飞到十点了。哦！被击倒了。岩石的重量令人安心。这个如何？电脑是蛮痛的。哦，好吧，我知道了。一定要干净利落。老实点。我蛮讨厌打人的颜色，真是急性子你。这个如何？换人太难了，痛！一定要干净利落。冻结吧。这新的吗？这不是旧的东西。那边还有一个。那边有土的任务。今天就是一个闲晃模式。哎。这边的基本上，哎呦，上面走的话，哎，有一块没去过的地方啊。我等级应该，应该不会太低吧？不会到时候，那时候我一开始要去那个璃月那边的时候，就有遇到一个情况，就是 我本来是走那个地图上面那个。山路的红色的那一块，我想说直接岔下来应该就可以走了，结果就是说还没开放。我看看啊，哦，好远哦，太远了，
今天再去别一个地方探险好了，我看一下，这边都去过的话，来去这个什么明运镇好了。这边算暂时都踩完了，往上走那边感觉爬山要爬的有够远。好吧，没关系，爬爬爬，我爬，都给芭芭拉来爬。谢谢土土，恭喜我！看我玩游戏就是这么疗愈。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也可以玩封山吧，可不可以？哎呀，好地方啊！啊，有一种谷底翻身的感觉。嗯，真不是有一块风神筒或岩神筒吗？嗯，怎么没有？不是应该在我头上吗？管他。最后再看一眼，真的没有哎、欸？为什么？上面也没看到，诶、欸？难道是在下面？嗯，过不来，算了，不可能。要我要往上走。哦，我还没讲完。然后那时候，所以离月那时候，我一直以为。后来我在看下面一些地图，也是迷雾还没开放出来的时候，哎、欸，这 bug 是不是？前面的区域以后再来探索吧。好啦，真的锁住了。咱呢还没有做好啦，草皮是飞起来的，有没有？场景没有种好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烧哎、欸。那我来做一些无聊的事。那这样呢？没有了，好。好，我去那个刚刚说的这边。酒庄这边先不用。哎、欸，这个是……这边好像也是可以去看一看哦。雪山的附近，可雪山那边就一个点而已。好，我来去明运镇。然后我走客栈这边好了，我们来坐电梯下来。哦，明运镇我非常喜欢，我觉得它比离月港那边而言，我是更喜欢这里的，就很舒服，然后又位置很高，风景好，然后重点是还有电梯。要是被秦发现我们在偷懒，他会不高兴的。干！但一不小心就会中招，这样。好，来捡东西，等电梯，等电梯。岩之印，这电梯可以烧掉吗？不行。兰达，兰达你好。地呀、啊！嗯，电梯上楼。Ha ha ha!
头整个种进去了啦，对不起。飞行冠军，这边可以烧吗？会不会刚好有一个 bug， 是我可以把这个电梯给烧了，然后烧这个绳子吗？或者是例如说什么，你可以去别人的多人世界，然后人家搭电梯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给烧了。哦，开这个才能知道。这是只是贴一个木头皮而已。啊，风景非常不错，我很喜欢这里，目前最喜欢的地方。然后这伞不知道能不能烧，也不行，好强啊！不能拿哦。那后面是有个东西。很好。往下走，好。今天没有心情跟妹子聊天。丹迪，你怎么在这？不会又有挑战吧？哦，又有嘞！哦，谢谢 Sandra S。来哦，挑战！来哦！哇，我今天过了两个挑战，对吗？要怎样？目的地在哪？目的地在哪？要不要说一下？上面啊！宝箱啊，还是要开。还是要开，先捡完宝箱才不会忘记。我刚为什么不知道去坐电梯就好？他很贱欸，他电梯居然是掉了一半的。啊，在内侧，好喝啊！耶耶 ，homie。还好有去开宝箱啊，不然我……先等一下，怎样呛我？被呛了是不是？还有吗？还可以挑战吗？为什么可以一直挑战？要越来越快哦！
轻松轻松啊，原来是要越来越快。走我的老路线，觉得那个路线还行。哎，错了，够了，下来，下来，不要一直上去。他应该就是要提示作弊，叫你打电梯啊！这才有亮点，你知道吗？跟得上我吗？我一次扣20秒，真的是，挺凶的啊。来比赛吧！他可能再扣10秒。好，我继续去踩点。Nice 哦 ，Nice 哦。很好很好，往下嘛，然后，往下再左转。没有那个惯性的那个大跳跃，有小菜头是不是？我不管你。确认一下路线，好，前面要左转了。好，拿个落日果。哦，是苹果。哦吼，愚蠢的人们啊，你们知道地心引力吗？看一下方位，再确认一下。没错。这边有什么？有宝箱。打。为什么又爬上来了？来比赛吧，你没有退路了。老实点。还有一只哦。我以为死掉了。冻结吧。冻死冻死冻死冻冻死冻死冻死冻。是野兽不小心被我杀了。
对对对，再确认一下方位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身为一个路痴，只能够一直不断的看地图。你在干嘛？这个如何？在跟我玩呀。花，水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没中。居然没事，更压抑。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总觉得桥下面通常会有点什么。走看看。啊！居然没有，这个如何？正常不是桥下面该来点什么吗？啊哈！哎，烦呢。看一下要从哪边爬比较好爬。也游过去好了。对啊，不然这根柱子是卡的啊。那边可以，那边可以。这个如何？哎，居然穿过来了。内侧上来，还是有点卡。好，可以了。结果居然在桥上，啊！啊，下面有个延伸筒 ，OK， 这就对了。我刚想讲的就是延伸筒。这个如何？哦，踩点了，踩点了！瑶光滩，完全是全新没来过的地方，打不到。我看一下里面几个点，一二三，三个。以滩边来讲的话，这边还有，我还有一个四个。哇，很大的地方哎。嗯，好，我先走这边去解好了。这边感觉是有一个，靠，好，来爬。真是急性子啊你。我就是急性子。这个在哪边？在下面吗？哎、欸，你好啊！带我去开宝箱吧。
让我想到蜀道难，难如上青天。这边是有东西。没有。哎、欸，阿金灵是去哪了？上去了吗？啊，在那里。有没有攀岩？我的团队里面没有攀岩冠军呐、啊，可惜。但我是攀岩冠军。总该给我宝箱了吧？好，对啊，想说不然也太强。Nice， 好，你就来拿那个岩神瞳，到你了，飞行冠军。好啊，没有，只是花一点时间，但这个没有太难拿，还行还行。然后我现在要爬上去踩点了，给你看安博的小屁屁。检测开始。给你看芭芭拉的小屁屁。所以这边还有一个岩神瞳，我觉得应该是在上面的啦。这边应该，哎、欸，什么东西跳免疫？有怪吗？嗯？好，有宝箱就是要开。我们是务实的冒险者。务实起来。好，准备爬上去哦。上去应该有些搞头吧。啊，这里好了。还是颇可爱的啦。真的是可爱哟！哦哟哟哟哟哟！加危险，加危险！哎，爬上去应该没问题。这个体力真的是要稍微控一下，就是。这个体力真的是不明啊，我觉得他应该要啊，我知道了，他应该要出一个道具，然后那个道具就是让你可以在一半的时候回复体力的，还是土图又会突然告诉我，本来就有那个东西，我这个空白键有点不行了，他会第一下按下，有时候第二下按下去已经会没有反应了，哇塞！还好我有买一个新的机械式键盘。啊？什么？料理真的有？这个原神的世界好大、啊，原来有这种东西啊！我稍微看一下有没有要吃，我稍微看一下，料理有哦，我是不是都没有？嗯，好，我应该是完全没有煮过这个东西。我料理还没开始研究哎，就是没有体会到有要吃的必要这样，暂时还没有。可能跟我本身游玩的习性比较像，就是比较不一样。我喜欢练等玩，然后
训练一下。就是不想要很痛苦的一直冲进度。你是丹迪吗？我踩完点再来跟你挑战。阿萨，我挑战，我挑战。三心二意的男人，有挑战怎么可以拒绝？哦，原来如此。谢谢图图，因为我有的就觉得是啊，是有这个感觉，但是我没有想到要用料理的方式。哎呀！哎 ！Yes！ 奇迹啊！奇迹啊！我一次要过了，奇迹啊！天哪，我要哭了。好啦，其实我刚刚一直不过，只是我愚人节的表演而已。我超会飞的，我跟你们讲。这种小事才难不倒我。好喂，又开了一个点，然后再来是右前方有一个点，跟上面有一个点。右前方的点在哪里啊？啊，差了，才差690，看来不浓还是不行。我今天超级逃避模式，我今天就是不想浓。跟我说有怪也没用，我才不打呢。我只要开宝箱就好了。哎、欸！完了！哦哦哦哦！冻结吧！兔兔伯爵，出击！我懂啦，我知道那个怪是跑来跑去，就是叫你不要有喷火嘛。那我只是弄湿一下，我知道我等一下会被这个如何？我学起来了，图图，我都学起来了。我知道我用芭芭拉我会被电死。开宝箱好快乐哦！有没有一直完全每天只要一直开宝箱的那种挑战？哦，要换人了，我忘了。欸，应该可以用吧？岩石的重量令人安心。然后嘞，哎，怎样？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被揍？为什么？
这样有了吗？还是要再用这个？一定要干净利落。然后再切这个。啊，有了哦，要这样啊。开始出现有顺序的这个小把戏。哦，房东说要去换冷气，那我这几天就是真的要好好弄搬家的事了。晚上还是会播啦，其实就真的有件事情要做的。好，好，来，喝口水了。四叶草之章啊，四叶草之章是漫画吗？还是这边有这个章节吗？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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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我就是在原神里探险的城市中迷途的小书童。烈焰花这边，这个方向有延伸通。认真，认真。哎，哦，这边有一个那个秘境，这边有延伸通。这一带树葬吗？瞧瞧它，没有这颗吗？没有。有什么拢无？啊，这边也有一个地方哎，天哪，发现新大陆来着了。好，先打这边，炸他！你没有救了，烦呢，居然被风困在这里。就是你吗？好多东西哦。这个游戏玩久了，那个 F 这个按键应该也蛮容易坏掉。Potato, potato. 没看到啊，不能同嘞。这样有用吗？好，歹插你。这副本能不能开啊？啊，对不起，秘境，秘境，符合世界观，不能一直说副本。哦，挑战我是不会去挑战的，放心大家。打怪的挑战，我先暂时不去打。我要等有朝一日大家都有封测序号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组队来打这些东西。我现在不打。啊，这可以十级的打很快啊！他刚刚说要什么元素啊？冰跟火是吧？好好好，走走走啊！换芭芭拉，开心的小芭芭拉，不够。
好了，我要进去了，我在做心理建设，然后顺便打个嗝。来咯，我会保护大家。帮我保护安抚呗，叫你姐姐来保护我。还会有落雷。该不会这样子就一不小心就升到冒险等级23了吧？哎呦，好东西哦！好东西哦！升级道具在这里了。武器的，好，继续前进一下，是不是要把？二个这个是31级，31级要打有点辛苦，先不要。我看一下我现在的角色怎么选。哎，哦，不是按这个，好像应该都还有一些角色可以再升级了。安博，我先把它给升到40级。嘿嘿嘿嘿。抽不到别的火属性角色，只能靠安博了。Nice， 天赋还有没有升？没有，好，然后再去买。没冰到。开始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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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，好怪，有大只佬在走路的声音。大声！嗯？
是下面那是那么大的声音吗？我一直听到一个超大的脚步声。兔兔吧，简称开始，哈，冻结吧，好变，老实点。这个如何？这么痛！哇，我只差300多就可以升了。这边飞应该就可以了。别想逃过我的掌心！下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？有个点可以踩，去踩点。那个是活石小怪。对，我要是留着森林光啊，我的那个诺艾尔先不升。没有人这样跑的啦，看这怎么打，这手这么啰嗦，岩石的重量令人安心。神童哦，好，等等来。所以我要去踩那个点。这边有军灵吗？没有。宝藏附近有没有什么啊？这里还少一只哦。这里不用打怪，很轻松的。
星罗海星，这海星可以捡吗？不行，我想要海星了。老实点。这个也不能捡。下来吗？下来玩嘛。有没有特别是物理攻击？还算岩石就是了。不对，那也不算啊，他已经还本身还是附带了一个东西。哎、欸，还在啊！这是我的叫声，没错。神奇，星罗，星罗，星罗。不挑战，不挑战。我今天不挑战就够了，此生都不挑战。这边应该飞得到吧？派出蒙德城的中二冠军凯亚，站住！三个火药桶在哪呢？没看到啦。哎、欸，脚速不能这样上拉了、喔，哎、欸，过分啊！啊，我知道在哪了，我来过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从这里就好了。找一个适合狙击的位置，这可难不倒我。哦吼吼吼吼吼，好欸，看一下这边还没有什么地方没过完的。你开点开到一个无我的境界了，这样。嗯嗯。啊，老婆敲我，我看看。耶耶耶，好啊，那我来找神童供奉一下。太棒了！要是我一整天都在刷秘境，我才受不了呢。嗯，在这。甜甜花，我全部都供奉给你。耶！
各位，明天有主线可以看。天哪！哎呦喂呀、啊！哎呦喂呀、啊！终于过了，终于过了，哎，终于过了呢。好啦，虽然廉价，老婆那个老婆在叫了，我要绕跑了，然后我把这个打完，就这边打完就到了。嘿，冻结吧！嘿呀，嘿呀，哎，后面还有一只啊！OK 哦，把这边小怪清一清。冻结吧！剩下两个任务我才不要过嘞，谢谢黄大。哇，好，我看一下那个明天的。这边嘛，蒙德最强战力，所以是在回蒙德城。好，我飞回蒙德城这边。来来来 ，OK， 蒙德最强战力之中。我不知道，没有，我没有点下去，我超怕你说的这样，好不好？这样的话我没剩多少点可以开呢，我等于是真的要去新地图那些。对啊，然后他这个东西有点麻烦，这个地图我真的要靠北一下，就是你没开放的，跟你可以走的。真的要标示出来，这两个东西要不太一样。像这边那个龙脊云山这边，其实算是未开放。然后这边到底有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不然明天来看看好了。如果按下去就 GG 的话，那那挺好。哎呀，我要飞回来！我飞回来了吗？我飞回来了哈！我来走到 NPC 的前面。呀哈哈哈哈！呀哈！有没有诺艾尔很可爱哦？嗯，真的不错。干！不要走过来就出发 ！No！ 唉，只能从窗外听到大家的讨论，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。好想参加他们的话题呀、啊！哎，什么什么？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？我也想听。酒馆里的客人们最近激烈地讨论起了一个话题：谁才是蒙德城最强战力？最强？强到一拳能放倒几只丘丘人算最强吗？看来最强的称号并不好拿呀。对了，巴顿先生，关于这个话题大家讨论出什么共识了吗？指望自由之都的人轻而易举达成共识，就像期待天上钓鱼人吐司一样难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但谁手里的信息都不全面，所以讨论才会变得激烈又有趣吧。等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有个妹子挡在前面？这个是……现在市面上占据主流的提名，我想想，应该是蒲公英骑士派和暗夜英雄派吧。我支持啊。不过我们还是进酒馆打听看看吧，说不定会有什么异闻呢。
这份悠闲真让人羡慕。你们不用管我，哎，我也得继续工作了。晨曦酒庄的蒲公英酒，有空一定要去尝尝。交给我吧，什么都可以交给我。满优惠酬宾，进来坐坐吧。对了，你要拜托我做什么来着？我还没来得及听。